刚才还有我这我不会吧？是，不死吧？还没死吧？半天才死的。我们去买的时候还活着，噜噜噜转的在。是吗？What did he say？他把他推开了。When he bit it, the snake's still alive. Really? Yeah. They just put the snake in it? Yeah, yeah. Do they kill it first? 这边有字。No, no need to kill it. They, so he buys the snake. Yeah. No, he buy and then also they make the wine. And then they put the snake in the jar and then they fill it with the wine and then the snake dies? Yes. 还送了一瓶15块钱的，能喝的。是吗？How many snakes?有多少条蛇？有5 snakes. Wow. You can take picture. Okay, all right. So,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put in. 我叫那个螃蟹过来。对，杀蛇哈，它就是这个蛇。这就是这个药吗？对，就是这个银白蛇。哦，是这个蛇。就这样，机动蛇。So how do I know what to choose? How do I know which one to do? What? No, 一二三四五。Oh, one each. Five, yeah, one each. Okay. 五条蛇，对。能买吗 ？And then they put some of that in. Yeah. Yeah. So, oh, so they've already got it mixed there. 这个有五种蛇。对，五种蛇。啊，模拟。有药材。对。Yeah. 全部放下去一个。对。五条蛇。挑五条蛇就挑大一点的。啊，反正大一点嘛。啊。那酒在哪里？酒有啊，有酒。看看那小哥。哦啊，哇。香一香的这个酒。你可以喝一杯。啊啊。来，老弟，尝一下。哦 ，You gonna give me a taste？ Yes。Okay。The extra give you a Oh, okay. Freebie。好，尝一下，尝一下。Yeah. 很浓的啊。好 ，OK。我试试。做埋蛇嗰啲啊。五种蛇嗰度就100蚊。很好喝的这个酒啊，不腥不臭的，喝得喉咙痛不痛的，啊。反正两桶买的嘛，这叫蛇公来的呢。都找几个大一点的。大个。好。啊，这么大条的。好。这公蛇啊，还要把它杀掉。啊，杀掉就用酒啊，洗干净的。对。就用酒啊，洗啊。公蛇很漂亮啊。So what do they take out? What's that? What's the...还要拿那个酒把它洗。哇，是毒蛇啊！啊，全部毒蛇，毒蛇越多越好嘛，泡酒。那不行。越多蛇越好泡酒。对。啊，这个奖给你的。啊，这奖品。啊，这奖品的，喝喝看。奖品。啊。这一张下就这个里头能喝的。蛮酒。啊，上个月喝的。啊。第二瓶酒没死。啊。对，没死。没关系，他们小的没有毒的。Yeah, yeah, I know they're cleaning them. They're gonna. 啊，这个蛇什么时候死啊？一会儿就死了。啊，十多分钟它就死了。不用杀，不用杀的。可以杀。杀个好啊。杀个这个酒很里面很脏的，这个蛇很脏的，就用酒啊，这个酒啊洗三遍，放进去泡的。So what's he taking out now? 要杀一下。Oh, he's just cleaning it. 对，要杀，要不蛇就很。蛇胆都放进去，对，蛇胆给放进去，对。啊，蛇胆就放进去。蛇胆还有用的。
舌苔明目。OK。那明目的话，它是。啊，今天啊，南国二号就可以饮用的。3 months, it can be drained. Okay. This is the day from today. Okay, great. Okay. Okay. You can see i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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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这个银丸子消肿止痛啊，祛痰啊，最管用的。我做单方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不是毒蛇。花坛止痛，这个蛇胆最管用的。他很容易杀蛇呀，他。啊，这个蛇胆。这老板都不敢杀。我等你啊。这些发出来的酒啊，这个味道很好的。那一罐100块？啊，100块吗？啊，100块。这什么蛇？18块包鞋、包酒、包药材。啊，搿个最好饮得个，搿个酒好好饮的，喉咙痛、腰骨痛、腰都不痛的。你喝一下，你喝一口。啊，喉咙痛和腰骨痛喝了不痛的。要不要喝一口？过来也不需要的吗？没有，再去那买。啊，可以过来想一下吗？买一罐。啊，这个。对，老板，再来一罐。在哪儿过来吗？对。啊，可以。可以吧？你看我们绩效多好。现在说做朋友谈一点吧。对。啊，这个很多人泡的，这都早上啊，很多人泡的。啊，这个鸡血糖，寒血补血。鸡血糖。这个骨碎宝，铁打诸香它最好。这个凯丰堂啊，最亏功的。你会说广东话，一样都啊。这个我们狗头肩颈腰骨痛。我是打人。啊，这一个杜仲肩颈啊，那个腰痛腿痛最好。再加那个风流果啊，风流果就是壮阳啊，这个手筋壮阳。鲜无瓜绿水起水顶呱呱的。啊，就要这个路路通。关节消肿，消鞋麻不痛吗？消66通，疏通关节，牵动鞋麻，现在鞋没流通啊，马上不痛。啊，这个就是陈皮利气发痰，陈皮的发痰。啊，这个寒枢草，寒枢草就是壮阳补肾最好。你是那个有两个眼睛不好的，你过了这个肿嘛，眼睛不好，咽咽大咽。加多一点这个，加点。那心里可多呢，这个是吧？现在不多。啊，就是这个双击。一百个。啊，千功百指，一头痛，一头痛。这个女贞子啊，要么这个黑棋子，都可以用的啦。啊，找新人啦。3个月之后就可以饮用的，饮完可以继续针第二次。好了，啊，没得了，啊，我睇条做要封好嘅吓，封好俾你嘅，做啱俾你嘅，你放心啦。啊，一阵嗰啲蛇就熟噶啦，一阵等一下呢个蛇就怕熟啦。你帮我拣啲大鱼，你摸下啦。一路执落去嘅，你放心啦。啊，有同你针平啊，叔叔。啊，嗰度有5种蛇，啊，一条一阵。大条边个粗？啊，你要边条？要边条？那个任你拣嘅，最好拣啲蛇公。梗系啦，蛇公公啊好嘛，一条蛇公线嗰啲两条蛇乸噶。嗱呢条就蛇公嚟噶，睇睇嘛，师傅。嗱，啊，两支边嘅蛇公系两条枪嘅，呢个两支枪嘅系啊，蛇公系两支枪嘅。嗱，再有这个5个蛇。两个牙齿厉害呀，啊，很多个呢，看见吗？哎，这个蛇要小心啊，这个蛇。哦，有两只。唔怕啦，嗰啲蛇都系咁大嘅，啊，这个眼镜蛇，啊，扁头嘅眼镜蛇嚟嘅，眼镜蛇。